17.3亿。是这么大，都是把空气拉低嘞。喂，哦，恩姐，江明啊，哟，我在那个江宁等排骨儿。你们现在整哪个啥？恩姐，在等排骨啊？不是那样啊，说我娘娘住院了，我把她炖点排骨去吃。哦，还有怪要喊她注意点，今天炎热炎热啦，走了噻，又要花钱噻，因为你是种地啊，因为我回来时候走了，你是吃点大亏哦，钱要花了。还是了哇？嗯，得下去了。我在我觉得想这个问题个，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还是要把个身体健康放在心上才得行。因为我们一年光交个医保，它报得好点，哪儿够了？啊，是的。我都要说嘛，隔壁个娘娘嘞，她舅舅在国外噻，她就住院，我就晓得了。像医保报销的话，它只能报销那种为了性质类的，尤其是像那种严重点儿的病，你住进医院噻，它就要给你用到创新药、特效药噻。像那种啊，医保好多都不报，那种就只能我们灌出去。那药又贵呀，然后又不能不用。你说像对于我们这种普通家庭来说噻，哪家经济压力都大。你一年要是光买一个医保的话，它就啊只是一个最基本的保障。所以说要想免那后顾之忧的话，我还是要买个80万医疗险，就是那种保额几百万，保费每个月只需要几十块的医疗险，那个的话它就可以报销医保报销不了的部分。啊，我还不懂这些东西嘞，在看病人申请，我也是那个。就是能申请了哇！我问了好多人了，我在这个手机支付宝上面找了一个叫好医保长期医疗基金吧，这个对癌症和11种心血管疾病保证终身续保，是现在市面上保证最久的那种医疗险。其他疾病的话，它就保证续保才20年。那你看，像这种疾病，它就是年纪越大越容易打。要是买那种只给你续保几年或者10几年的那种，就吃大亏了。打病了都不给你赔，这个就稳得很。你看，还没得明赔啊嘞。那有什么好处啊？意思就是你只要是住院，你哪怕花1块钱，他都能去赔。好多都还要你自己花1、2万，他都能给你赔。但是这个的话，他就要10年险。你看我这个支付宝搜好医保基金吧，你看我这个保费就出来了。每个月保费也不高，一般像我们这些20、30岁的哈，他一个月的保费也就在20、30块，又没到那1万。但是这个就是有个条件，就是年龄超过50岁就投不了了，而且一定要在自己身体好的情况下赶紧投，不然他就没得办法投。那自个儿好啊，人家年龄大了，我动不动就要生病，生病就要住院。那买不得本儿，那个有保障的哦。算是了哇，我老三伯，等你下去业绩起哈，我给你压顿去。哎呦，不多啊哈。看谁要等你了，你亏了。你出门儿，我有装件。好，我们去办了。喂，啊，给你买汽水了。不，你不到中午的时候，人家死了了，要快点去啊！人家在等我。我说天空起来，你要快点，不然明天上街去吃啊，把那些那成本。要得，你快去哇！我给阎王爷搁里等着。房子里头关键，不干净，不干净。